来吧，我们跟铁哥交接，我来敲一下铁哥啊。我们在这边颁奖，神圣庄严的殿堂。那这一次金武有一把金矛跟一把金枪，然后铁哥选择的是金枪。好，确定哦，第零二阶受祝福的波特斯步枪，在此见证交易金武。我们现在这把金武数值啊，这一把金武的数值，我把它拉到旁边去给你们看。这一把金武是第零二阶受祝福的波特斯步枪，然后属性是袭了乌格努斯的烙印2%，额外能力是敏二命二火翼啊。好，交易 ，OK， 金武交接波特斯步枪，感谢铁哥。好啦，见证啊，真的给金武了，真的给了。那白鬼这边也代我转达说，感谢反战这边，即使没有他，大家还愿意这样子去提升啊。而且铁哥这边他还有其他账号，他也想要把他有机会也拼到轻便。那至于其他反战这边也是，我看私底下他们都陆续在提升蛮多的，陆续都91了，然后91之后可能很多都要重复金了。那我们今天再次感谢铁哥为我们反战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战力的提升以及士气的提升，感谢交易。 OK， 完成交易，完成了，装备已过。好，恭喜铁哥。那铁哥这边有什么要讲的吗？那铁哥说直接请我帮他讲，那我跟你们讲一下。铁哥说这把金武啊，因为他本身他两个账号都有金武，铁哥有三个账号，他两个账号都有金武。然后他说他现在多一把金武，他这一支身上拿的是嘉陵金武2把，到时候会在狂战士改版的时候，他会先去点，请我直播帮他点下去这把金武，如果过了他留下来，然后把这把金武转成狂战的，再把狂战士就近战的金武拿去给另外一支去点，等于说他会把金武点下去，点到极限，反正就各留一把金武，另外一把金武就点到不能点为止。那所以他金武也是会跟白鬼一样留持一把刻印，一把无刻印，不会把它拿去转卖，这是铁哥他的宣言。那我们感谢铁哥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帮他点啊，虽然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看待我点金武的啦，到时候狂战士改版我们再相会啦。 99.9997173快升级了，99999，让画面干净一点。91级升级 PVP 无视减免伤害加6。好啦，我们恭喜白鬼丸五只角色通通91，它是一个91战队。好，那我现在先帮忙换卡，然后我讲一下今天的几个 KPI。 第一个 KPI 91级，第二个 KPI， 这一个我要再次挑战一下我的传说啊。他这一支目前是保底18-20，重复一紫娃，91级可以拿到一张紫娃确定箱，所以可以保底19。那你们说还有一次怎么办？我跟你讲，可能19就中了，直接免费海捞一，可能18就中了，我合完下去可能不会变19，好吗？我们今天来重点来了，就这个。好，我们今天要拼这一支，因为他缺一张风龙娃，我们看能不能把风龙娃拿到手。其余的不用多讲了，就是拼这一把。啊，如果没中的话怎么办？这边还有3次，所以礼包全 all in 啊，只要拿到7张红娃就可以再一次了吧。8，我们今天试看看啊。好，礼包基本上礼包等一下全买完，剩下我先储值，储到足够的钻，因为如果真的中金娃了，我还要转卡，我们先把钻准备好。然后 KPI 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这边看到这边有这个，我们上次去日本的时候有点到一把+11植物，在爷爷的直播，然后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又要把那把+11植物拼成金布，那失败了。这一次隔了很久，我们准备了3000多张祝福卷轴，那把+11植物应该是在仓库，等一下把它领出来再拼3次。15%，看今天能不能够双喜临门，金娃到手，金布也到手。周末礼包是不是直接买了8包16000，外加甘特补给箱，立刻来。好啊，各位赚到了，周末礼包抢先看了，各位周末礼包8包直接卡包买起来。50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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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万，好久没看到50万哦，我好久没刷50万哦，怎么会这样子啊？魔法娃娃箱，海洋哈维，这么好抽的、哦、海洋哈维说有就有，太好抽了吧。巨大蚂蚁，巨大蚂蚁，阿哈鲁巴兰，海洋哈维说中就中，我莫非得到海洋哈维之力了吗？10 10 10 10 10 Oh my god。 好啊，没关系，橘子你就这样子玩啊，你就这样玩啊。1000 2000 3000 4000，粉末还不错，都1000。
啊，粉末还可以啦，一千蛮多的。哦，他可以，他说娃娃只要有七张红娃就可以做金娃。好，所以我们这些礼包要全部换娃娃。好啦，这边22包高最高级卡包啊，我们先把这22包开下去。好，第一包蓝，我们要准备七红娃才可以，保底蓝嘛，有机会红嘛。哎呦，红的下一张有可能是吸血鬼哦，有可能是吸血鬼哦。没事啊，他说只要搞七红娃，没有说一定要抽出来啊，我合出来的也算啊。哇，好多闪电，蓝闪电下一张，老妖美人鱼，不会吧？真的不会。哦呦，哦呀，各位，我们红变目标，我要打一下，合成也算哦，我们只要拿到七只，今天不管怎么样都会有金娃。哎呦，哎呦，哎呦，哇，这个礼包可以买啊，瞬间多二，好，信心来了。喂，这个我要拍个照，你以为只有别人可以抽到吗？别人的账号总是比较欧啊，这不是我账号，抱歉。瞬间加二，我看来今天我们目标易如反掌。我先讲哦，我们今天是不管如何，我的自尊告诉我绝对不能抽卡，只能买礼包，我们要在礼包的状况下拿到这七红，这是我的尊严。哟吼吼吼吼吼吼吼！哎呀，不得了，不得了！我今天的 IP 不一样，我今天的 IP 很屌，会不会等一下直接出一子啊？如果等一下直接出一子，我提早下课，我就直接合金了，不跟他玩了。你前，哎呀，这个礼包，哇，果然是爱情的力量。想不到那个代开跟我说，你要搞七张哦，你们要七张才可以。有啊，七张如此容易啊，我甚至可以不用把礼包 all in 啊，我干嘛多花礼包钱啊，我今天的礼包甚至可以不买。最后一张，难道我要合出来了吗？并没有。 OK，哦，还有一包，还有一包，最后一包。这包如果没有啊，我只能合出来。一次全开。好，我们最后一张卡用合的。啊，这个可以，这个可以。特殊抽卡选择项，一只娃娃，红娃。哦，来来，这有机会红，有机会，有机会，钻石高文。快没有耐性了，我快没有耐性了。你给我，有灵。你再来，阿鲁巴兰，海底捞月，中东自摸，开，有零 ，OK， 好了，这卡量不说了，我给你们看一下，不说了，十七二十，十八二十，我们今天目标就只要这个不要二十钱拿到精华，就是达成 KPI。如果二十拿到的话，就是等于是正常发挥，我们希望今天是不正常的发挥。好啦，三张下去，不吃卡，没吃卡 ，OK， 一二三，一个闪电就够了。只要一道闪电，我们就爱与幸福。轻而易举啊， 11% 一道哦，有了，左边有了，左边有了，左边有了，各位下课啦，各位，耶！完成啦，完成啦，后面的不用合啦，完成，好，好吧，合成啦。我们今天应该是先不用电了，我们直接先一发好不好？金色闪电刷起来！我们今天直接提早下课，然后我就花半小时时间跟你们拉迪赛。来啦 ，11% 金色闪电，我开！Fucking you！ 我们还有一次机会。那就是红心 A， 我们这个只要不行，我们把它悬崖勒马，勒住这一个喉结 ，OK， 合下去，合成，一发中子，子娃也不保底，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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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拜拜。那是吧？我没有装可爱，我一直都这么可爱，并没有。Oh my god！
看来我摆脱不了台服最帅直播主的称号。我们今天看能不能帮他双料那个停损啊，19-20，19-20，这是今天这个精华就有了，两个都19-20中啊，点 ，Go， 有了，有保底了 ，OK， 有保底了，接收奖励，他台南的，我是天N直播主颜值担当，他是台南三亚之九，哇，干恶魔，恶魔。OK， 死期恶魔都有。哎，人生好难。啊！哎干！没有啊，我先处置啊，我先处置。老板说没事，那等一下来处理。那等一下请索尼车来处理我。好了，各位，今天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开直播。我没有哭，我没有哭，我怎么会哭呢？就我竟然把转卡钻变成了抽卡钻了吗？你们等了一晚上，是不是就在等这一趴？我们在直播绝不做效果啊，我们都是玩真的、啊，谁跟你做效果？已经帮我存下方耳行吗？我有，不用你们。好，就这样放着了。无言以对江山。帮你刻个钉子吗？不会。话说这个头发下礼拜要受刑了。他们今天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我头发，头发要没了。现在可能不止头发要没了，我整个人都要没了。我们等一下一点啊，连线老板。然后他说一点之后他处理。请问他的处理是要处理这个金子娃呢，还是处理我？我这样已经很强，我今天的红卡量你们去回头算一下，我今天的红卡量已经超凡入圣了。他打电话过来说：“林林，现在怎么办？”我搞定了，老板，两张纸娃没问题。好，我们赶快快 ，hurry up！ 在他发现之前，不要去带他。各位，请不要去标记百鬼老板，也不要打小报告，我在解决了。我们重要的是危机处理方式，我们要立刻危机处理。